我党龄已经29年，准备正式开始。首先感谢这些媒体朋友今天来到我们港都这边，很谢谢。今天我们非常欢喜，我们韩国瑜所有的支持是不分男女，所以任何一个人支持我们韩国瑜来选举市长的所有这些选民，来高雄市38区所有的选民，我们都非常欢迎。今天我感谢是我们美容的大佬，我们美容的客家大佬罗兆宏过去啊，来高雄县的时候，得总干第12届、第10届的县议员，还有我们的陈振图，这个我的陆主席，他是高雄县12届的县议员，11届的县议员，11届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两个都是民进党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员。我们的罗兆宏先生，他是高雄县黑派的大佬。贵体在高雄县的黑派所有的操盘都是他操盘的。我们的陈振武先生，第11届的县议员，他是高雄市民进党创党的党员哦。等一下他党证都拿出来给大家看，所以今天这个意义非常之大，表示说现在民进党已经死了，现在民进党已经在高雄市得不到民心，所以说连这些大佬他都站出来挺我们的韩国瑜。等一下，我们欢迎各位记者哦，可以开始发问。现在我们先请我们罗兆宏，我们的罗长老哦，我们的客家大佬罗长老来讲几句话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各位记者先生，各位长辈，大家辛苦了啊！今天我很荣幸来这边参加这个韩国瑜竞选市长的记者招待会，因为在我个人来讲，韩国瑜是值得我们尊敬的，值得我们尊敬的。他讲话就是讲到做到，哦，做不到的他也不会讲。比起他对我们，因为美浓是属于农业大镇，他对我们美浓农业的农产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照顾，所以我本身是民进党29年党龄的那个民进党员，我也挺出来支持我们的韩国瑜先生。那在我们美浓现在，以我知道，大部分的人哦都很挺韩国瑜先生。那韩国瑜先生他本身也常会到我们美浓去了解，哦，美浓一些百姓的痛苦，或是百姓需要做的东西，他都会一一给我们指导，啊，这是我本人对他的观感，啊，还有韩国瑜先生，我本身是可以讲说是民进党相当老的党员，可是我认为我们选举，我们要选赢的，啊，不要分党派，我认为这个人会做事，我们大家就去支持他，大家就是去挺他，哦，不要分什么民进党什么国民党，我认为这个人能够做事我们就去支持他，哦，啊，很多人不敢站出来，我也希望我们绿色的人认为韩国瑜先生很好，我们就像我大胆地站出来有什么关系，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哦，为了我们的经济，我们要这样做，哦，不要说是不敢站出来，我大家站出来，一个人拿10票，10个人就拿100票，哦，这样我的韩国瑜先生就能够当选高雄市长，来替我们高雄服务，带动我们高雄的经济被好转，也带动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环境。昨天于正先去拜访你，跟你说了什么？昨天早上7:20，于正先就到我家了。好，哦，他说这两天他带亲戚麦先生到我家去拜访，我说他可以的，来我也不会见面，我已经答应支持他。好，
在美浓高美一战的那场造势大会，我也确实也出了一点钱，我也到现场去，但是麦克风一直广播说美浓的民进党大佬罗兆伟已经在现场了，所以他们也知道。我说我刚刚也解释过了，我说家里有那个解释，讲出去了就讲出去了就不会后悔，就一直走下去。好，谢谢。还有问题吗？我伫遮来向各位讲一下，这就是民进党的创党党魂。我要问民进党，这个民进党几个人有当做到呢？有几个能做到？恁完全咧骗，骗选票，骗选票了的时，正常安尼变来变去。你反专制独裁，反贪赃枉法，反黑金，反特权，反贿选作票，争民主自由，争司法独立，争百姓权利，探紧人民荷包，求公正、公平、公开，得到权势后不包餐、不包赌、不包工程、不拿回货、不收红包。一切以台湾人民为优先，想不了一条，就是讲，伫台湾人民未出头天进前，我甘愿吃饭吊养。我问恁民进党这人，见恁大家拢出头天啊，百姓也吃饭吊养，恁知无？知，吃饭吊养，知呀。恁遐个无变经济。也要听拼拼抖音，真心呢，我常咧感动，国家安全、社会安定、人民幸福，放强统独问题，放两边，安尼个我都来换这个国家。你唔是，你要拼抖音，抖音你先唔抖音未？骗人的嘛！美国把军队又派入来啦，你咱唔抖音？所以哦，唔免多疑心，民进党方面独立，无可能嘅代志，无可能嘅。阿扁啊，也是讲，伊即，你李登辉即阵，逐日当无法度独立嘛，伊无法度全部独立，即真明显嘅。啊，你揣伊有，两单我，伊嘛无法度独立，所以不要骗太多。今仔日韩国就出来，伊讲，把高雄嘅物件卖出去，把人挖入来，按台湾，按高雄嘅好样。是正港的代志，所以平安国的是无唔对，遮那个吼，以前咧听完的遮人，遮五六十岁，遮朋友，希望，唔通去讲袂了。民进党完全咧骗你的，完全咧骗你，你家己去想，看遐咧骗你无？所以呢，希望呢，大家坚信，和民进党。来听讲的，也是讲哦，你民进党党员看袂过，你应该跳出来，像罗演安尼跳出来，跳出来，甲人大家讲，这党袂支持你啦，换党换人，叫我嘛，谢谢。我想啊，我那今天非常欢迎，再次欢迎，咱伫咱高雄市所有咱这市民不分男女，非常欢迎。大家共同来支持咱韩国瑜，把咱高雄一定会当翻转，我高雄一定大家会当发大财。感谢大家，多谢今天记者会，大家结束，多谢，感谢大家，多谢你。来看一下啊，你今这场记者会以后，你会去退党吗？我还没退啊。你讲
过来，我做到你。当时就是派到民党。哇，我伫民进党内面当了多少啊？罗议员哦，生平第一次走进来国民党市党部，心情很忐忑，不然惊袂来。